2020年9月5日，莉莉莲的五维空间信息，关于 3D 意识转换到 5D 意识的七种普遍表现。作者 Davina Ning， 译者莉莉莲，于2020年5月14日，三维意识转换到五维意识意味着什么？可以这样理解，这种转变就像是对电脑的整个作业系统的一次大规模升级，相当于将人类意识 3.0 版本升级到银河意识 12.0 版本。当我们准备超越第三维度时，我们必须先通过第四维度才能进入第五维度。4D 很像一个进化过滤系统，因为 4D 是新的领域，充盈着爱和一和轻盈的光。到了第五维度，在频率上甚至更轻盈，拥有更纯净的爱、宇宙意识和一个真正的多维现实。我们将在这个光子能量带中度过下一个2000年的周期，为整个人类带来意识上的巨大转变。在这个周期，我们星球上的每个人都将从三维意识转换到五维的觉醒了的现实。这一转变将把人类带入宝瓶座时代，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世界，在和平中共处。它将以缓慢的速度发生，以人类能够消化、吸收、整合的速度发生。在我个人的经历中，通过深入的冥想练习，我发现有七个基本的迹象表明你正在进入第五维度。很酷的一点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征兆，在你从 3D 转换到 5D 的过程中，会自然地体验到更多的超乎想象的多维度经历。但是，以下这七个迹象你一定是不会错过的。如果你愿意保持在信任和爱之中，并向你的高我臣服，你将自然地提升并敞开你自己，去体验第五维度意识的喜悦和轻松。我得到过的最好的建议是，对转变的发生不要太执着，要保持乐趣，要记得这是我们个人和集体觉醒过程的一个超级意识游戏，享受这伟大的灵性冒险，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旅程。你开始生活在第五维度的七个迹象：一，在日常生活中，你的内在会更经常地感到涌出喜悦、轻盈、爱和惊奇的感受。第四和第五维度就像是你的操作软体和 DNA 硬体正在接收重大的版本升级，就好像你的身心被赋予了最新最快的电脑作业系统，它以光的速度顺畅地运行。如果你每天重启它，冥想、锻炼和吃新鲜的未加工过的食物、素食，这会让你的身体和头脑更稳定、更广阔，会有更敏锐的创造性思维、清晰的记忆，使你的整个生活更容易运作。如果你感到有一种宽广和轻盈的感觉，你就可以确认你正在进入四维或第五维度的领域。你敞开并信任那每时每刻不断的毫不费力的生命的流动，在你的内在，你会真正体会到那种奇妙和兴奋的感觉，因为这种天然的轻盈会帮助你在每一刻迎接充满真正的爱和感恩的机遇。二，你所背负的沉重的负面问题会更容易释放，更快地从你的身体中穿过。每个人来这里都是要来学习他们的灵魂想要学习的功课，你也将学习如何放手，放下你的消极、渺小、无力、无能和匮乏的意识。
你将会释放掉你累生累世所积累背负的旧的沉重的包袱，这是你进入更高振动的 4D 和 5D 的唯一途径。在 4D 和 5D 充满了信任、轻盈、欢笑和爱以前，需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进行心理治疗才能消除的业力，现在只需要几分钟或几秒钟，这就像宇宙提升了你体内的榨汁研磨机的速度，高速的打碎那些厚重的物质，你的思想感受，去除果皮，保留必要的营养物质，给你一种更觉悟的生命体验，感觉就像光的一体。三，你将会通过身体的感官，感受到世界变得更加美丽，世界的颜色看起来会更明亮、更鲜艳、更有活力，你可以看到一个更宽的颜色光谱，可能看起来像彩虹鸡尾酒的颜色。当你的感受更强的时候，颜色会更漂亮，并携带着快乐的震动。当你遇到同样生活在第五维的人，他们给你带来的快乐会更深刻，甚至会令你流出喜悦的泪水。你将能够听到创造的圣歌、宇宙的音乐、永恒的欧姆音 Om 以及极静之声。你可以调频去聆听光的管弦乐队，那是你的背景音乐，为你的心带来喜悦的泪水。四，时间的感受是流动的、永恒的和虚幻的，你会像水一样从一个事件、生活体验流动到下一个。对于事情如何或为什么会以某种方式呈现，你不会再有评判或厌恶的感受，你会意识到做事的不是你，事情只是通过你完成的。 3D 的时间观念似乎变得毫无意义，就像幼儿园的意识一样，你会明白生命是没有终点的。你会知道你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不会死，是全能的。你会意识到，当你这个身体的生命结束时，你会继续活下去，直到永远。对于这一点，你将毫无疑问地知道，五，你会不断地经历无法解释的同步性体验，以及奇迹的显化也会变得是通常的事，惊人的同步性每天都会发生，宇宙将不断地与你对话，给你去哪里或做什么的信号，你会觉得你是在一个神奇的世界中进行着一段神奇的旅程，一切皆可能。当你的第三眼脉轮完全打开时，你将开始能够透过这个三维世界看到第四和第五维度，这意味着你可能开始看到光、门户或天空中的能量层，或者可能能量层就在你厨房餐台的对面。当维度之间的面纱变薄时，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真正存在于你周围的事物和能量。科学和灵性将真正合而为一，你将完全理解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因为你将与一切万有的那个一融合在一起。通过练习去倾听你的来自更高领域的指导灵，你将能够在任何时间了解任何人的任何事。六，你将知道并感觉到神性的指引，那是高于你自己的思想和想象的某种力量。当你的头脑开始安静下来，你将能够听到来自其他维度给你的指引。这有可能是来自天使界的指引、指导灵、祖先
或者其他更高层面上的存有们指引你回家的路。当你调频到这里，你将很快意识到你周围有许多更高维度的存有们一直在帮助你。无论谁与你取得联系，你都将感到非常的被支持、安全的、被保护的，因为在这个星球上的频率将会越来越高，以至于低频的黑暗的能量将无法在这里生存。你将能够100%的信任你的连接和所拥有体验。七，你可以接通你真正的多维度身体所具有的神奇力量，因为时间和空间都是幻觉，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和意识，你和你周围的一切都是由同样的物质构成的。你将能够用你的意识去显化最神奇的事物，你将能够学习将你的手通过一个固体的表面，身体悬浮在地面之上，用你的意识移动物体，换位转换，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三个或更多的地点，基本上，任何你可以想象的，你都能够体验。那些先进的存有们将为你提供协助，甚至帮助你与你的身体一起时空穿梭，穿越到其他世界和维度。你将进入你存在的领域，这意味着你将能够在你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瞬间跳跃，去到你生命的任何事件，去体验任何你希望体验的。谢谢收听，感恩祝福。